组，那我现在介绍我们今天要带的活动是豆正来说会。对，那我们的地点跟时间在这里，大家没有跑错教室吧？好，那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组员，音控陈哲，我是主持人，那还有那个婉婷、玉溪，还有美红是摄影跟拍照，有思问、熊熊、如如跟奇鱼。那现在是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，那我们的活动就即将开始。那我现在先请大家先站起来，我们来做个暖身操。对，请大家先站起来。好，我们来活络筋骨一下，谢谢。Thank you.
在也可以继续慢慢的完成你们的作品，不用太赶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那有任何的需要呢，就可以请我们的民众协助者帮忙你，尽量的。我已经完成的同学呢，可以请摄影组的帮忙你们拍张照留念一下。之后呢，你们可以过来跟我们索取照片。如果完成的同学呢，那我会请活动带领者帮忙你们收拾一下你们的桌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目前有问卷要请大家填写一下，那我现在请活动带领者发下去，请大家填写一下。那之后呢，问卷填写完毕之后，我们会在最后的最后拍一个大合照，所以那时候可能要请大家先站起来。那现在先请大家填写一下问卷。好，那我们请活动参与者先去里面跟上面参与者了。